某生班上有42位同学，班上座号是依同学的高矮顺序由矮到高编排，其班级座位则是依座号排列如下。某生想了解全班平均身高，他想利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出6位同学，请问该如何进行？由于我们可以看到这同一列的7位同学身高相近，因此我们可以用列来作为分层，那总共分成了6层，每一列中随机抽取一位。如果我们从第一列抽取的座号是依附录随机号码表第5行第6页起取最前一位数字当作行数抽取，其结果如下。我们第一列要抽到的就是第2行，第二列抽到第一行，依序抽。那我们抽到的号码是2号、8号、20、27、29、39。那我们的身高可以发现它有163、168、173、176、177、180，这6个。